衣服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被他们抓到这里来，我就不知道衣服的下落了。他们爹你学到了？嗯。奇怪，怎么解不开啊？阁下便是明教的张教主了。周大哥，哎，不敢，在下擅闯丐帮总舵。 还请史帮主见谅，明教近日是名声大振，如雷贯耳。不知我义父金毛狮王现在在哪里？还请史帮主请他老人家出来相见。这，我们史帮主一番好意，请你义父来丐帮做客，共商大事。可你义父非但不领情，还出重手伤人，使我丐帮子弟死伤数人。这笔账我们找谁来算？果然如此。但是周姑娘呢？ 为何要将他囚禁于此？这位周姑娘为峨眉派掌门，是天下正派的首脑人物。我丐帮邀请他来小酌一杯，何来囚禁之说？若他真是你的客人，为什么要点了他的穴道？张教主为何要前来血口喷人呢？这人人都亲眼目睹是你张无忌飞身前来，愈加非礼，一把将这周姑娘掳走。周姑娘挣扎不从，是你张无忌点了他的穴道。对，你胡说什么？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好色之心人皆有之。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张教主做出如此奇色之事，是否太有失身份了呢？这么说来，你是不愿意告诉我义父的行踪了，是吗？张教主，当年贵教光明是杨娇，也曾奸杀过峨眉女侠纪晓芙。天下正道无不法治，难道今天你自恃武功高强，也想上演同样一番龌龊勾当吗？放屁！哎，你给我等着！ 周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别让他在诬陷我们教主了。芷若，他是如何拐走你和义父的？你亲口说出来，好让他们不能抵赖。当时我在房中，我在房。哎，周姑娘，芷若，芷若，明教魔头鼻尖未遂，竟然杀害了峨眉掌门，除掉魔教，为天下除害，除掉魔教，为天下除害。教主，擒贼先擒王，抓住他，然后再逼问出来。好，你照顾周姑娘。 帮主这条命可就没了。
正经事不干，却在这里胡闹。是他们挟持了我朋友，我才被逼无奈请求他们帮助的。把人家帮主当猴耍，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我从长安来的时候，路上听人讲起，明教教主是个小魔头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赵无忌，你个淫贼，放我下来！堂堂丐帮帮主被人略加整治，便大呼小叫，不成样子。赵无忌，快放了我们帮主！我放了你朋友便是。周姑娘，芷若。姑娘会灵臂帮有何贵干？还有你手上这根竹棒又是从何而来？混元霹雳手陈坤在哪？请他出来。陈坤不是已经死于光明顶一战了吗？姑娘，你这是说哪儿的话？混元霹雳手陈坤是金毛狮王谢逊的师父，这话你该问明教张教主才对吧？那阁下是？在下姓陈，好字有亮，乃丐帮八代长老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本帮的信物打狗棒，我当然认得。帮主，这打狗棒怎么在他手里？帮主，这打狗棒是假的吧？我看呀，这多半是假的。那你把真的拿出来比对比对，便可知真假。这打狗棒是丐帮的至宝，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示人呢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随身携带，那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岂不糟糕了？张教主，可否请你帮个忙？姑娘请说。让这个冒充史帮主的大骗子现出原形。我好。帮主，降龙十八掌是如此脓包的吗？我早就对你的武功有所怀疑，原来真是假冒的。你还我爹爹！别打了！爹爹！别打了！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！你怎么冒充我们帮主了？你到底什么人？不敢，我是本来是乱石岗上的一个头目，做的是没有本钱的买卖，不巧撞上了陈长老和师傅，他们差点杀了我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这一切都是陈长老让我干的。陈友谅，陈友谅，来人，站住！挖地三尺，把陈友谅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快走！王八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让我向你下跪，管你叫帮主？啊，不肯鲁莽！你要一拳打死了他，就什么事都查不出来了。还我爹爹！孩子，还我爹爹！别这样，这小姑娘怎么回事啊？这姑娘长得怎么这么像帮主夫人呢？莫非是？没错，她姓史，名红石，是史帮主的唯一女儿。史帮主遇难的时候，她的夫人带着她还有打狗棒前来找我，让我替他们报仇雪恨。姑娘，你说史帮主已经归天了，你跟我们说他到底怎么死的？我爹是被混元霹雳手陈坤杀死的，连我娘也被他重伤。小师妹，帮主之仇也是我帮上下数万弟子之仇，咱们一定要抓住混元霹雳手陈坤，把他碎尸万段，给帮主报仇。这陈坤跟老帮主有何仇恨，竟下此毒手？快说，你还知道什么？说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无缘无故被陈友谅和他师父都这么抓来的。胡说！陈友谅出身少林派，他的师父是少林寺的高僧，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我明白了，他的师父应该是陈坤，而陈坤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少林弟子元真。
教主的意思是，成坤他还没死。嗯，也许在光明顶上，他是使诈假死，混乱之中悄悄溜走，以图后继。这师徒二人，存心挑拨明教与丐帮之间的关系，坐收渔人之利。这番所作所为，显然是野心勃勃，想要独霸天下。他们害死了老帮主，又命这个兔子来冒充，做他们的傀儡，想进一步挟持明教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抓走了峨眉派周掌门，要挟送情书，逼他毒害武当派张真人。这样，峨眉武当就元气大伤了。这对师徒真是狠毒啊！来人，在在，押下去。是是是，快走走走。多谢姑娘。姑娘，你对丐帮有大恩大德，不知何以报答？不用，我仙人和贵帮有很深的渊源，这点小事不足以挂齿。从今日起，这位石小妹便继承了打狗棒，以后就由石小妹担任新的丐帮帮主，还请各位左右扶持。我等定当竭力辅佐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多谢姑娘。若非姑娘揭穿陈坤师徒二人的阴谋，明教丐帮将恶斗不绝。不知姑娘能否留下芳名，必教上下，同感大德。小女幽居深山，从不与外人往来，所以名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张教主，请回吧。张教主，都怪兄弟们瞎了眼，多有得罪。多有得罪。各位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中了旁人奸计，才会心生误会的。如今误会已经解除，还希望今后丐帮与明教摒弃前嫌，之后通力合作，共同抗元。张教主武功盖世，德行在上，我等一心抗元，必无往不胜。一心抗元，无往不胜。嗯。对了，我义父真的已经离开了吗？如果还在贵帮的话，还请出来相见。不瞒张教主，谢大侠和周姑娘确确实实是我们请到这里来的。当时谢大侠身染疾病，昏迷在床，可是昨天夜里他突然杀死了我们的看守，脱身而去，真的不知去向。谢哥哥，你醒了，来，我给你熬了些汤药，来，趁热喝。小心烫，来。无忌哥哥，那丐帮他们？没事了，已经解清了误会。这中间都是陈友谅在挑拨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被丐帮拐走的？那天你刚离开客栈不久，义父便浑身颤抖，胡言乱语，连我都不认得了。在屋里发了一阵风以后，瘫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我正准备上前扶他，就来了一阵迷烟，就把我迷倒了。我醒来以后，人就在丐帮了。芷若，你的意思是义父发病了？他以前也这样吗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这么说来，珠儿的死可能跟义父有关。你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义父犯病的时候神志是不清楚的，他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也不清楚。珠儿他……我们当时都服用了十香软金散，义父如果发病的话，还哪有心思下药啊？你就是不想说赵敏干的，
是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或许真的和赵姑娘没关系。你宁愿相信是义父失心疯发作，也不愿相信是赵敏下的毒手，对吗？芷若，在你心里，你一直都在为赵敏开脱罪名。哎，你先喝药吧。你知道义父的下落了吗？他是否还在丐帮的手里？本来是的，后来又失踪了。潍坊在大都，今时又是各路人物聚集的地方，他应该会有线索。大都？你去大都真的是想见韦福王吗？也不一定能找到他。如果能遇上杨左使、彭和尚他们，应该会有别的线索。在大都有一位足智多谋、神机妙算的美人，或许他能给你出些主意。我想杨左使和彭和尚万万不及这位美人聪明。你总是念念不忘赵姑娘，一高兴起来便损我两句。念念不忘的是另有其人，不然我没有说他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他？芷若，你听我说，我与你早已有白头之约，所以我不敢瞒着你。有些事情我必须和你老实交代，你千万别生气。我该生气便生气，不该生气便不生气。你不生气我才敢说呀。你说吧。我见过赵敏。如果珠儿知道你在他坟前刚发过誓就跑去见凶手，那珠儿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？我去见他只是为了追查珠儿的死和屠龙刀的下落，别无他意。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，为什么还要调查？你为什么不杀了他替珠儿报仇？我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很多不解之处，所以你别说了。你从头到尾都在替赵敏讲话，又是义父杀的，又是想去见他，你千方百计的就是想洗脱赵敏的罪名。哎，小主，那个教主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大都啊？周大哥，哎，这里进武当，我想回武当一趟啊，顺便看看太师傅近况如何。哦哦，芷若，你也随我回武当，看看太师傅可好？哎，教主说的对呀，周姑娘和教主，你们就先回武当，我呢，联系弟兄们去找狮王的下落。哼哼，好，一有义父的下落，马上通知我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别生气了好吗？让我们看破、放下、自在，令心境平静的吗？可是我却偏不得平静。郡主用错方法。用错方法？你向外求佛，求佛佛而不得，佛不在外，在心中。在心中。师太，师太，外面来了大批官兵，包围了魏母庵。施主。施主，你别过来！我说过不回去，就是不回去。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
明明，爹爹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恐怕有性命之危。爹爹想见你。 明明，爹爹这次伤得很重，差点没有了性命。他迷迷糊糊的时候还喊着你的名字，你不能再让爹爹为你操心了。如今国事调停，叛乱四起，爹爹已经心力交瘁，他要尽快康复过来主持大局。你不能再因为家里的事情让他分心，知道吗？爹爹，明明回来看您了。 爹爹，爹爹，爹还以为等我死了你才能来看我。这次爹伤得很重，我以为我活不成了，我不怕死。爹爹就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我想苍天祷告，让我再多活几年，好和我女儿多聚些日子。爹，苍天听到了，苍天听到了。爹，不，你小的时候。 每次闯祸回来，都是抱着爹爹撒娇，爹爹再生气，哎，也都消气了。敏敏呐，你有10年没有这样抱过爹爹了，哎，我以后会多抱抱爹爹的。嗯，好。 来啦！怎么也不过来，给太师傅打个招呼啊！青叔，拜见太师傅。终于是迷途知返回来了。孩儿不孝，那日违反父亲禁令。 擅自下山，孩儿向太师傅请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知道，你下山之后，太师傅日夜在为你担心吗？太师傅心中不是只有无忌一个人吗？青叔何足挂齿？<笑>青叔啊！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太师傅，您刚才练的那套剑法是新悟的吗？是。在雨中练武，您还要多多保重身体啊！我给您披上。不用了，区区风雨，伤害不了太师傅。你们年轻人，修为欠佳呀。 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蚀。嗯。嗯。
太师傅，青叔来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经常被你爹教训呢？你从小就性子直率，即便是长辈，若是你以为不对，也会毫不留情，直斥其非。虽然你爹数番狠狠地教训你，要尊重长辈，但是只要你心里不服，便不会屈挠。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择善固执的性格。这一代弟子中，以你的悟性最高，将来弘扬本派武学，非你莫属啊。青叔，青叔不才，怕会有负太师傅期望。其实武学修为还是其次，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是端品力行，做个俯仰无愧、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我武当立派数十年，所幸弟子个个品行端正，没出一个败类，这是让太师傅最感欣慰的。青叔啊，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跟太师傅在雨后到竹林里去，一边挖竹笋，一边听太师傅讲道。哎，现在太师傅老了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。哎，不如趁着今天骤雨刚停，我们去竹林走一走好不好？缅怀一下昔日的时光，你看如何呀？太师傅，别喝！这茶里有毒。太师傅，青叔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犯了大错，我不是人。太师傅，你杀了我吧！太师傅，你杀了我吧！青叔，你犯了什么错误？坦白地说。青叔爱上了峨眉派的周芷若，才会被陈友谅利用。我一时失手，我误杀了七叔啊！他又挟持芷若，要我用迷药来毒害太师傅。我对不起太师傅，我对不起七师叔，我该死。你的事，远桥已经向我禀报过了。师父，徒儿教子无方，才会养出这么一个如此十恶不赦、天理难容的逆子。徒儿愧对师父。
不及火拳，无相见。滚！爹，要与之恩，孩儿来生再报。师父，各位师兄、师弟，无忌已经到了。啊，是。无忌，你怎么和周姑娘一起回武当了？大师伯，这一次回武当，还有件事要向太师父禀报。嗯，来，无忌要成亲了。啊，哦啊，你和周姑娘。哈哈哈。好啊，你们这两个孩子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呀。那我赶紧告诉不悔这个喜讯啊。让我自己去吧，我也想给不悔妹妹一个惊喜。怎么还叫妹妹啊？应该改口叫六婶了。无忌，这说来六师叔还要好好感谢你呢。谢我什么呀？不悔说过，在他小的时候你带他去找他爹，路上艰辛险阻啊，还遇到了饥荒，差点还被人给吃了。那一次真的是凶险至极，凤阳一带闹大饥荒，到处都是人吃人，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小，还不懂得保护自己，多亏了徐大哥舍命相救，要不然我和不悔，不对，要不然我和六婶早已被人吃掉了。所以啊，我要多谢你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姻缘呢？不悔常常念叨你，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了，还不得开心死啊。啊
对了，刚才看见大师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看来宋师哥的事情对他打击挺大的。哎，毕竟他是你大师伯的儿子，你太师父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。小我武当最重视的就是对弟子的品德修养，他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竟然会做出这等欺师灭祖的行为。人有的时候身不由己，选择了一条路，就算有悔意也无法回头。我是说宋师哥，他误入歧途，就算有悔恨也很难补救了。只希望宋师哥能痛改前非，不要辜负太师父的一番好意。这才待了几天呢就要走啊，不悔还敢去摘桂花，要给你们做糕点，这要是知道了你们走了，还不得生我气啊。您帮我向六婶道个歉，等我找到义父，一切都安顿好了，一定回武当好好住上一住。无忌，你肩负着抗元的重任，任重道远，这一别又不知道何时再见了。太师父。太师祖，门外有一女子要进山门，说是要找张无忌。啊，什么人呢？问了他，他也不说，就说要找张无忌。张教主，怕是赵姑娘来找你了吧？张无忌，你在哪儿啊？赵无忌，赵无忌，你在？珠儿，你是人是鬼？你才是鬼呢，我是人。珠儿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的脸，无忌。你这个千刀万剐的丑八怪，是不是你将我活埋在土中，将我吃了多少苦头？哼，真的是你，珠儿，你真的没有死，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，你连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就直接给埋了呀。当时你确实没有了呼吸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不信。你肯定是嫌我丑，所以没等我断气就直接将我给活埋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没良心的狠心短命鬼，短命鬼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太糊涂了，当时你没有了呼吸，没有了脉搏，我就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不信你。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一睁眼的时候四周全是黑的，冷冰冰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珠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记不记得是谁害的你？是你。不是你。是谁？
无忌，你不是舒儿，舒儿，你是谁？舒儿，你是谁？舒儿，我才是张无忌，我是无忌啊！你骗人，你不是张无忌，这是哪儿啊？张无忌，张无忌，舒儿。舒儿，太师父，他为什么会死而复生呢？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他当时应该还没死，只是处在一种归西的状态。你当时心情激动，也没有仔细的查看，就以为他死了。他明明流了很多血，身受重伤又没有接受治疗，能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。而且他脸上的毒素都消失了。他练过千株万毒手，这株毒进入他的血液，会在脸上聚集很多的毒素，想必是因祸得福啊。这个毒素顺着血液流出体外了，所以他才恢复了原貌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本来就不赞成他练什么千株万毒手。张无忌，张无忌，你在哪儿？你死后魂魄不是应该回到武当了吗？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为什么？我一心一意的喜欢着你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他好像神志不太清楚，为什么？说话语无伦次的。也不记得我是谁了。他还会回复吗？会记得是谁伤害他的吗？要恢复他的神智，必须静养啊。不如就把他留在武当好好调养。我想带他一起走，他是因为我才回到武当的。我怕他醒过来找不着我，肯定又会发疯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他的。芷若，我想带珠儿一起走，你不介意吧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殷姑娘她很可怜。来，爹待你真好，把他最爱的汗血宝马都赐给你了。我走了，请哥哥替我好生照顾爹爹，辛苦你了。你要回帷幕庵吗？参见小王爷，郡主。好，朝廷必有重赏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哥哥有要紧的事要处理一下，就送不了你了。我哥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军情变幻，有得有失，小王爷闻得捷报，高兴也是正常，郡主不必敏感。你们到底抓了什么人？事关机密，小人真不能说，还请郡主见谅。你说了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你要是不说，我马上杀了你！是不是明代教主？是。啊？是不是张无忌？小人真的不知道，负责抓人的是探马赤军，由杜司大人亲自指挥。他没有透露犯人的身份，只命小人速来禀报小王爷。
敏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！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，原来还以为你这次是因为爹爹重伤而来，原来你心怀不轨，另有图谋。枉费爹爹养育你20年，你才跟张无忌认识多久？你却因为他来伤害你爹爹的心，明知道他马赤军月前虏获朱老四这个反贼，所以你特意来跟爹爹卖好。哼，你就是铁了心想讨好张无忌这个反贼，眼里再没有爹爹，没有国家，是不是？千错万错都是女儿的错，若爹爹要让我死，女儿也绝不甘愿。就你这还郡主呢？还郡主呢？太无礼了！谢谢你，该死的活该，还不该该杀，活该，去死吧！太无礼，去死！太无礼，去死吧你！去死！活该，活该，杀！就敢杀了你！杀！卖你！项王爷，您吩咐的属下一一照做了。郡主被处死以后，王爷可倚重的只有小王爷一人了。我愿意为爹爹付出一切，甚至是我自己的生命。可是我这样对敏敏，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小王爷没有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郡主不死，始终是小王爷的心头大患。现在郡主一出，小王爷也可以高枕无忧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害敏敏？我为什么要高兴呢？我不想敏敏死。我是他哥哥，我不想敏敏死。我是他哥哥。可能的，你不要再救爹爹，从今以后你完断一绝，你再也不是我女儿，你我不到黄泉无相见。大人，时辰到。臣快给我追，不要他们跑了。
我不救你，你就被他们给杀了。我这么一走了之，朝廷只会交罪在我爹身上，我不能害了他。你去啊，你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我就算是去送死，与你又有何干？当日小九家内，你我以杯酒断恩情，你叔父不再是我的师父，而是我的敌人。你如今又来救我，到底有何目的？君主，我和你为敌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那是命运，那是命运使然。我也不想，可是毕竟我隐姓埋名十年了，你对我礼敬有加，我反要心里面念着你的旧情，所以我不想看到你蒙难，看到你身首异处。想不到苦头陀还会对敌人仁慈啊！你心机厉害，我早就见识过。你如今回来救我，到底有何居心？郡主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来救你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我陪伴你多少年了？整整十年了。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郡主你。够了！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。你们明教到底有何目的？有什么阴谋诡计，让我不能痛快地去死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认为我在欺骗你，对吧？行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现在就发毒誓。不必，既然早已恩断义绝，那就没有必要。快点，他们跑不远。是，那边去带这两个人。是，我快点，快点。不好，他们来了。行了，郡主，过往的恩恩怨怨以后再说，先跟我走。我不要跟你走，我不要害我爹。少平郡主在此，快来人！郡主，郡主，不要你管。走，跟我到那边去啊！郡主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
割舍掉的。你知道他们唱的什么吗？莫道识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看来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信号，告诉我们要一起揭竿而起，推翻朝廷暴政。我们这一路走来，到处听到这首歌，看来抗元大业正当其时。看来真的是老天在帮我们。杨左使，江州九龙，见过周姑娘。我等恭迎教主多时。这位是？这是我表妹殷离。这是殷王的孙女儿，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教主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义军在濠州已经设了元帅府了，特别气派。这一路上，我和芷若说，卢皖两地俨然也是明教义军的天下了。恭喜明教离抗元大业又近了一步。谢过周姑娘，倒是我这个教主实在有愧，为俗事所绊，不能亲自代表明教义军共筹抗元。对了，现在明教义军谁来主持大局呢？韩山童。韩山童？对，朱老四、汤和、徐达，还有常玉春等人都在他的麾下。是不是那个以单眼识人推翻暴政的那个人？推动的人是他，但幕后出谋划策的另有其人。是谁啊？朱老四。说起这个人呐，心思倒是细密周到啊。他说什么来着？百姓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，要燃起他的心火和意志，必须出其不意。是这么说的吧？啊，还真管用。朱老四有勇有谋，实乃人才。这个人确实精于心计，明教这样的人才，乃是本教之幸。嗨，什么本教之幸？光有一副好脑壳。武功不咋地，这边刚从丐帮把他救回来，又让援兵给抓去了。闭嘴。没关系，他人怎么样？你继续说。反正就是被抓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。被抓了？啊，教主莫急，探子来报，人还活着，我们已经派教中的兄弟去营救了。那就好，不过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救出来。是。教主，周姑娘，请。走吧。明教教主威武齐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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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迎教主。哎，快起来吧，不必多礼啊！谢教主，谢教主，教主请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去了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不去了，放我下来。英离，英离，这些都是地府的守卫，关押着无忌哥哥，想要见他只能进去。嗯。哎，杨左使，我怎么觉得杨不悔没有他好看呢？我这么说，你心里不会不高兴吧？我觉得你今天肯定不高兴啊。教主喜得贤妻是教主的福气，也是明教的福气。明教教主威武齐天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地府关押着他的无忌哥哥，等他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无忌哥哥了。来，多吃一点。殷姑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在灵蛇岛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你还记不记得是谁刺伤了你？鬼差来了！鬼！英宁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你再想想，你再想想，在灵蛇岛上都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我忘记了。你再想想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哎，你不要再问我了，你不要问我。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你了，不问你了。来，我们先吃饭，好不好？无忌，你不是说无忌哥哥他在这儿吗？他人呢？是啊，你乖乖听话，无忌哥哥就来见你了。不对，我要找张无忌。哎，张无忌，张无忌，依林，依林，依林，张无忌，你骗我，张无忌根本就不在这儿。我没有骗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鬼的。对不起，不要打我，请不要打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打我。你别怕。我怎么会打你呢？你不是一直想念无忌哥哥吗？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。你看，你都等了这么久，又不能半途而废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看他，哎，下来。他想当教主。嗯，周教主。教主请。幸会幸会啊，来请坐吧。恭迎教主。你呀，教主，现在我们明教在各地的起义是风起云涌，韩山童、刘福通一军在颍州所向披靡，彭英玉、徐寿辉一军在淇水摧枯拉朽，郭子兴、朱老四借势起义更是震惊了朝廷，徐达则率义军直逼大都，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好，多亏了各位指挥有方，明教义军才能节节胜利。我等全仗教主英明神武。明教义军节节胜利，当然值得高兴。但是，一旦战乱起来，苦的是百姓。这些年各地战乱不断，百姓生灵涂炭。我们都希望可以早日推翻朝廷，直息干戈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。教主说的对呀，我等有个好消息要禀报教主。我呢，我们呢，当然了，主要是杨泽使的主意，能够帮助教主结束战乱，帮教主达成心愿。什么好消息啊，杨泽使？小癫，你到现在都是左右不分呢。禀教主，这是范幼使的主意，也是他的计划，从头到尾都是由他来实行负责，还是由他亲自向你禀报吧，我确实略知一二。参见教主。见过各位。给教主报喜了。是范幼使回来了吗？是朱老四被救出来了。教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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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大哥，哎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了啊。礼不可废啊。教主体恤，不必多礼了。教主，我不但是明教重人，也是个军人，教规以外，我还得遵守军纪。哎呀，教主和我们都是江湖中人，这个时候就不必拘泥什么繁文缛节了。是啊，朱大哥，教主爱护你身体。你就踏实躺着，别折腾了。我看朱兄怕是想故意弄坏了身体。好，留在濠州享清福吧。这个算盘打得好啊，不用带兵打仗了。朱大哥，你还拿我开心？教主，前线战况怎么样？据各路情报，明教义军虽然捷报频传，但仍然损伤惨重。我与杨左使商量过了，决定暂时休整数日。待招募新兵，养精蓄锐之后，再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朱大哥刚还和我说要赶紧养好伤，火速重返前线呢。是啊，教主。朱大哥，近期无战事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还是好好调养吧。
郡主，你跟踪我？我没有跟踪你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，暗中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你担心我，也不需要你保护我。郡主，我知道你见过太子了，情况如何？郡主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也知道，皇帝昏庸武能，身边全是奸臣，太子肯定受到了猜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能保证王爷的性命吗？郡主，按理来说，你跟太子交情匪浅，他一定会极力帮助你。只不过按照他现在的处境，还有他的能耐，想要说服皇帝放过你父亲，恐怕有难度。苦大师跟随我爹这么多年，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也不算是什么军机秘密。袁氏江山摇摇欲坠，皇帝沉迷酒色，无心治理国家。你也知道，朝中有许多大臣想要让皇上内禅让位，希冀可以意乱为治，扭转败局。郡主，你是想怂恿太子？只要可以解救袁氏江山，解救黎民百姓于水火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皇上若是不仁，即使是你们汉人当家做主，那也是枉然。如果让我们的教主做着新君如何？苦大师，你也太看扁张无忌了吧。他可以为黎民百姓去赴汤蹈火，但是他绝对不会自己去做这个皇帝，更不允许属下贪恋权位，不然他也不会在蝴蝶谷大会之上当众立下教规，得天下后明教上下不可以在朝廷夺取一官半职。这也是我敬重你们明教的缘由，也是你爱上我们教主的原因。范瑶在这里有一个请求，还望郡主能够考虑。说来听听。我希望郡主能够去濠州和我们教主合作，能够解决当前的困局，拯救天下苍生，过上平安的日子。我很快的。苦大师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不，我是认真的。就连我们明教杨左使也同意我的想法，希望你跟教主联合。你可知道张无忌和我之间的纠葛？略有所闻。张无忌指我偷了他义父的屠龙刀，又说我杀了他表妹阴离。虽然我曾极力解释，他似乎也相信了我说的话，但真相一日未明，他心中必然会有芥蒂。这屠龙宝刀虽然是武林至宝，
但是比起天下苍生来，那又……小心烫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做的都好吃。你要喜欢的话，我以后每天下厨给你做。要峨眉派掌门亲自给我做饭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，一点都不委屈。你吃得开心，我也满足。濠州城你没来过吧？我一直忙于教中事务，你大可在城中游玩，不要憋在房里无趣。其实我早有安排了，你不是说出去走走对殷姑娘的病情有帮助吗？所以我已经打听好了去处，打算以后每天都带殷姑娘出去游玩。你对珠儿细心体贴，处处为她着想，谢谢你啊，芷若。她是病人嘛，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太好了，谢谢。你今天怎么说那么多谢谢啊？搞得咱们俩很生分似的。将领呼调。韦府王的意见，目的是要节制他们，以防他们拥兵自重，各立山头。实际上，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，比如朱老四，他就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。所以我提议，首先把朱老四跟汤和、徐达、常玉春他们打散、调开，以防隐患。我同意。我看可以。我也赞同。是啊，不可不防啊。这个事啊，成。五散人意见统一。杨作使这是有意见呗？各位兄弟，像朱老四这样才干过人又治军严明的将领，实乃我明教军中骨干，若现在换帅，只会显得我们格局太小，还会猜忌下属，更会使这些将领还有士兵寒心。所以教主，还请三思后再裁定。要我说这是……暂时不宜换帅，以免动摇军心。是。各位，杨左使的意见更着眼大局，大家的意见我都记在心中，大家有话说话，都是为了明教好。不要一时逆了意而心生不快，多多包涵。教主深谋远虑，属下忠心感佩，谨遵教令。属下遵从教主教令。范右使，本要参见教主。杨左使说你正在部署惊天大计，到底是什么计划？教主，就是刺杀元帝。什么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就趁现在杀进了金銮殿，把那狗贼的脑袋砍下来，好为天下的百姓除了祸害。这个元帝居于深宫，如何近身行刺啊？
只要打通关节，里应外合，这个计划就能成功。倘若有所牺牲，也是值得的。既然范幼使已经将此事运筹已久，不如让他说得再详细些。教主，这个计划我们已经部署下去，而且部署得当。现在英王父子从江南赶来，今日必到，到时候我们明教的所有兄弟全部出动，务必一击即中。范幼使，你所说的关节是什么？教主，我所说的关节可能令您不快，但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恳请教主放下个人恩怨。直说无妨。郡主此时已经在元帅府。你说赵姑娘来了，那我肯定好好去会会的呀。赵姑娘，赵姑娘她……教主，你知道郡主来干什么吗？她是为了大元江山。实不相瞒，之前我找过她，而且让她给皇太子带信儿，只要皇太子推行改革，废除歧视汉人的政策，我们所有的人帮他扫除障碍，荣登帝位。只要元帝一死，朝廷必然乱作一团。到时候我们趁机行动，推翻朝廷，指日可待。你的意思是，要骗他先配合，再一网打尽？教主，这个计划，务必请您三思。教主是不想利用赵姑娘。大敌当前，就算有所牺牲，也是在所难免。范幼使说的不错，教主，三思啊。姑娘，这位马面先生，请问一下，张无忌的魂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管谁叫马面先生呢？我脸有那么长吗？马面先生，你说的是张无忌啊？他那魂魄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马面先生。不用客气。张无忌，你要回来了。哎，周姑娘，我刚才差点给忘了，丐帮的石小妹说是千里迢迢带了个东西让我给你。有劳了。没事儿。张无忌，怎么找到的？说是陈友谅在一个什么山庄找。哎，好玩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依林，张无忌，什么情况啊？依林，这，明教弟子朱老四，徐达。唐河、常遇春，求见教主。朱兄弟，这是干什么？身上有伤，赶紧回去好好休养吧。我们有要事求见教主。有事找寒山童啊。朱大哥，来，快起来吧。听说教主要刺杀元帝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朱兄弟，你这消息从哪儿听到的？
听谁说的？教主，这昏君一刀可以杀死，但是并非一劳永逸，反而会使我们明教后患无穷啊。朱大哥，来，先起来再说吧。啊，教主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那就说出来，为何不可？杨左使，因大局不可。此话怎讲？教主，朝廷昏君昏庸无道，他不正是我们的帮手吗？岂有杀了他的道理？怎么反而成了我们的帮手呢？正是因为他的昏庸，便是我明教号令天下的靶子。如果没有了这个靶子，朝廷又怎么能成为天下英雄的众矢之的呢？元帝昏聩，极度贤能，猜忌汝阳王等能臣，禁用一些贪辱佞臣，事事掣肘前线官兵，禁用一些无能将帅，害死三军，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帮手吗？元帝昏聩，朝政紊乱，他挖掘黄河，劳民伤财，使得天怒人怨，百姓群起而攻之，这难道不是我们推翻朝廷的打狗棒吗？如果现在杀了他的头，不等于剁了帮手，丢了打狗棒吗？其一就怕师出无名，昏君即是我们的名。此前我们屡战得胜，一方面得益于教主英明，将士勇猛，但另一方面就得益于元帝昏庸，他们内乱不止，众叛亲离，上下不得一心。教主，上兵者伐谋，抗元大计，不能逞一时之能，要深谋远虑啊。而且如果一计刺杀了元帝，之后会怎样？教主想过没有？有，趁昏君被杀，朝廷一片混乱，我们大举出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此言差矣，现在的皇太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颇得人心，如果现在杀了元帝，明日他便可继位。据说他与汝阳王的郡主赵敏关系颇好，倘若他重用了能征善战的汝阳王与我为敌，那我们哪还有如今的大好形势啊。朱大哥，你这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，来，快起来再说吧。都起来吧。多谢教主，属下诚情心切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教主与各位降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倒是我们这些江湖人，有的时候真的是比不上你们这些实干的军人，能更加看清楚形势，是吧，范幼师？教主，范幼该死，乱出主意，差点毁了明教，请教主降罪。作为教主，我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。朱大哥，你们各位肝胆相照，忠言可鉴，请受我一礼。教主，教主光明磊落，我们方敢犯言忌言。教主宽厚仁慈，我等万众归心。我等万众归心。我宣布，立即停止刺杀元帝计划。教主，可赵敏已经抵达濠州，那该如何？姑娘，这茶都凉了，要不我给你换一杯新的吧。不用了，能不能再去帮我通传一声？我想尽快见到殷姑娘。这我做不了主。你说你嘀咕啥？怎么想我们教主想疯了吗？你再胡说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是他，这个宝贝真好玩。林姑娘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。你谁呀你？殷姑娘，当日在灵蛇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有没有看到真正的凶手？你不要怕，把知道的都说出来。你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吓唬他干嘛呀？我没有吓唬他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
你知道什么真相？你对一个得了痴心疯的人，你想知道什么真相啊？你没事吧你？你说殷姑娘她……喂，你说谁得痴心疯啊你？我说我得痴心疯了，你看。殷离，你别凶我，我还给你就是了，还给你。这又怎么了？这是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，不然对你不客气了。周芷若，你就是灵蛇岛杀人凶手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放手！放！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放开我，放开，放手！你先放，大家都冷静一点。赵明，你放手！是他先动的手。张无忌，你来得正好。我终于找到灵蛇岛血案的凶手，就是你这个贤良淑德的未婚妻妖女，你含血配人！赵姑娘，即便你心有不满，也别心口雌黄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。当日我被魏家十香软金散昏迷半醒，眼睑极重，昏迷之中我只觉得被人在地上拖行。我记得我扯脱对方的指环，指环落地之时传来一声金属撞石的声音，正和周芷若掌门贴指环的声音一模一样。你黑白颠倒，明明是你做的，你还污蔑我。你以为你计划周全，没有人知道你的阴谋，殊不知天网恢恢，露出破绽。周芷若，你逃不掉的，是你下的迷药，你还污蔑我，你好卑鄙！卑鄙的人是你吧？你还不承认？你混淆视听，指鹿为马，无耻！无忌哥哥，是他污蔑我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张无忌，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禀告教主，殷王父子已经抵达，正在大厅等候召见。凡有事，我先去见我外公，帮我照顾好赵姑娘。张无忌，你不相信我吗？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绝不含糊。张无忌，你怀疑我？我没有怀疑你，我也没说我相信他。杨作使，帮我好好看着周姑娘，别让他们再互相伤害了。